好，Mia， 多谢你啊！又喺晒练习课，好攞埋份谱我记得，系啦。哇，喺呢本轻松学钢琴咧，有好多初学琴嘅小朋友都会弹，可唔可以一齐过嚟好嘛？我叫做林希云，我今年7岁。哦，咁你而家咧喺我哋全38间嘅分校里边咧，喺边一间度学钢琴噶？ 第一成，即系依家度冇咗喎，系咪啊？咁啊，应该系爸爸妈妈啦，系咪啊？好似都唔会失散，系咪啊？好啦，咁样咧，我又想问下，你而家弹呢本书系第几本书嚟噶？二。哇，已经弹咗一本书，而家开始第二本书，咁你学咗几耐啊？一年。哇，咁我相信你呢一年咧都好用心去学习，系咪啊？ 咁有陣時咧，會唔會練琴練到好攰啊？好想放棄，會唔會有試過啊？冇。哇，好欣賞你喎，冇輕言放棄咁啊！希望咧，下次再有喺 student show 度見到你嘅時候咧，你又已經係彈緊第三本好唔好啊？好嘛，好啦，咁啊加油咯喎！好啦，請落台嚇，希望下次見到你。